第三节，嗱喺呢一节咧，要同大家讲一啲咧同能源有关嘅议题嘅。咁记得啦，我哋喺早即系个零两三个月啦，咁我哋都会讲过比较多一啲新能源啊，甚至乎发展啊，甚至乎大家会唔会联想到一啲投资嘅机会啊咁样。咁其实成个市场都真系变得好快嘅，系讲紧咧，即系近呢几个月啦，突然之间，即系我呢个礼拜都系睇翻一啲同有啲系甚至乎同金融有关嘅一啲嘅消息咧，佢哋讲翻能源嘅时候咧，竟然又撩起翻一样咧，我哋先前冇乜点提、冇乜点谂嘅一种新嘅能源方式。记得我哋喺以前讲新能源有提过啦，咁我估之前你话太阳能啊，嗰啲太阳能电池嘅效益啊，系点啊，越嚟越平啊，咁我哋就一定有讲。咁另外我哋就系话咧，好依赖嗰种咧新嘅氢气能源咁嘅样。哦，原来我哋产生新嘅氢气能源咧。可以將譬如係利用太陽能幫我哋俾啲電出嚟，將啲水電解嚟儲住佢咁樣樣。因為咧，我哋一路下好根深蒂固咁認為就係話咧，氫氣咧原本地球應該係有好多，但係因為氫氣輕，所以咧好容易就喺嗰個地球本身嘅地殼運動入邊咧，有啲窿窿罅罅位漏出嚟咧就走晒噶啦。咁呢個好直觀嘅，因為你細個你如果買氫氣球、氦氣球去玩嘅時候，一鬆手咪走咗咯，你唔會攞得翻嚟嘅。咁所以咧喺地球上邊咧，你要揾到一個穩定嘅氫氣同氦氣嘅供應咧，我哋一路認為係唔容易嘅。尤其是我哋都曾經好耐之前都有提過，如果講地球未來咧，我哋因為工業生產所需要用到氦氣咧，嗰個供應越嚟越少嘅，只會越嚟越貴嘅氦氣呢樣嘢。因為佢咧就只能夠由岩層入邊去即係去入邊去 trap 住，即係點樣開採到出嚟咧？好多時就係喺我哋開採天然氣嘅過程最頂頭輕嗰陣咧，好多時就會揾到一啲嘅氦氣喺度，咁我哋就攞翻我哋地球自己咧，係好意外地去叫做捕捉住咗嗰啲好輕嘅氦氣咧，就攞嚟用。咁氫氣都有呢個問題，但係氫氣因為咧，佢喺化學上邊咧比較係同其他嘢化合得多，所以我哋只需要俾能源出嚟，我哋電解啲水就攞氫氣比較容易。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會話喺地球上邊，我即係暫時睇就係氦氣咧就越嚟越稀有，氫氣咧始終就係如果你計埋一啲氫同其他嘢化合咗嘅嗰啲咁嘅化合物咧，氫就仲有好多氫元素喺我哋地球上邊。嗱，但系啦，呢度又要翻翻一個問題啦，就係、我哋一路咧都以為咧，如果你喺地球上邊純粹想揾一啲好齋嘅氫氣，即係唔係化合咗落其他嘢度，唔係水嘅化合物唔係呢一個嘅有機嘅碳氫化合物，係直頭係普通一粒氫嘅分子 H2 唔係咁容易。我哋一路以為因為我哋以為佢會走晒。但係呢個觀念咧，如果睇翻即係學術討論啊，同埋成個即係經濟分析咧，原來係由舊年開始咧，已經有人提出咧，其實我哋地球上邊蕴含嘅一啲純氫氣，或者一啲好容易產生氫氣嘅途徑咧，係遠遠比我哋想象之中多。咁多到個地步，幾時先變成一個熱烈嘅討論咧？就講緊其實我最呢啲新聞最近，甚至乎喺福布斯呢啲咁樣嘅金融雜誌度揾翻嚟嘅。就係佢哋討論緊咧，原來咧一啲叫 geologic hydrogen，即係一啲本身喺地球入邊已經隱藏咗嘅氫氣，原來咧係比我哋理論上認為比我哋想象中多，多到個地步咧，原來幾嚇親人嘅。如果唔係咧，即係福布斯唔會理嘅。你可以諗下就係話我哋有石油、有煤、有天然氣咁嘅樣。咁斷估你嗰啲氫氣嘅來源都唔會多過天然氣啩咁如果我哋成日都驚住嗰啲石油啊、煤啊，甚至天然氣啲嘢用幾十年、100年就冇嘅，咁就算你嗰度有啲氫氣，我濾到出嚟又可以攞嚟用，咁俾到盡咪又係100幾十年嘅嘢咁樣？咁呢個就如果你問我自己個認識咧，我會咁估嘅。但係咧，即係由翻佢哋一班熟地質。同埋地質入邊化學反應、地球內部活動嘅人嚟去講翻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原來話地球佢本身係有自己一個產生純氫氣嘅能力嘅。
咁有啲係可以嚟自個地殼運動本身去排出嚟，或者地底火山嘅運動，佢本身就會排咗一啲氫氣出嚟。咁然之後有部分佢就好似同其他天然氣一樣，就係會 trap 咗喺一啲嘅岩層嗰度，咁啊走唔到出嚟。如果我哋揾到嗰啲位咧，我哋又可以攞佢啦。然後一個更加特別嘅，即係獨特嘅地方就係話咧，如果我哋攞翻，即係揾到一啲嚇比較鐵嘅成分重嘅一啲嘅岩層，我哋咧泵啲水落去，然之後咧就係、是、靠住嗰個咧好普通嘅化學反應，就係、是、將嗰啲水去氧化咗嗰啲鐵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出氫氣。咁但系呢样你又谂翻啦，其实咧同我哋咧初中时候读过嗰啲咁嘅金属嘅活泼聚咧，其实原来就系讲紧嗰样嘢嘅。我哋将如果活泼活跃啲，将嗰啲钙或者系 magnesium、镁呢啲咁样嘅金属元素掉落啲水度嘅时候咧，你就会喳喳声出嚟嗰啲咩气体啊？你摆支火柴落去，佢就扑一声，咁就原来出氢气嘅。咁然之后你就将嗰条化学式写出嚟咁样样。咁呢樣嘢我哋由初中學到高中都有學到嘅。咁同樣係啦。咁如果我哋咧將啲水去流過一啲可能鐵質比較重嘅呢啲岩層度咧，佢一樣會產生到個氫氣出嚟。快同慢唔好理，但係如果講緊下邊係嗰個岩層嘅規模比較大嘅時候咧，我哋喺上邊去收集氫氣咧，你只需要即係俾得水分多落去，佢個氧化即係能夠係不斷地持續大規模咁做咧。就算佢本身個別嘅反應係慢咧，你最後都能夠儲到即係氫氣。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話啦，我哋透過嚇去榨取呢一個地球入邊嘅嗰個金屬同水嘅化學作用產生氫氣。我哋去榨取好似我哋天然氣嗰個地殼產生出嚟嘅嗰堆匿藏喺窿窿罅罅嗰啲氫氣，有人竟然就話計過一個估計就，就係話咧，佢係足夠嚇。成個美國係用緊即係用如果用今日美國每年嘅耗電量嚟講咧，佢係講緊足夠美國用5萬年。咁呢條數我都覺得幾不可思議嘅。但係即係如果佢哋講嘅嘢係真嘅時候，甚至乎而家有人就覺得，即係可以進一步討論喎。就算佢哋估錯咗100倍，可以用多500年都好啊，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好得意啊！喺成個嗰個嘅能源事業嗰個嘅金融投資領域嗰度咧，係原來已經有人討論緊，唔係話用一個綠色能源嘅方式嚟產生氫氣，而係講緊就係話用翻傳統我哋開採即係化石原料嘅嗰種咁嘅手段，係由我哋嘅地球自己本身開採翻啲氫氣出嚟咁嘅樣。咁喺呢度咧有一幅咁嘅图，亦都可以其实中间执少少嘢去介绍翻啦。咁喺呢度红色数字嗰啲咧，其实就讲紧咧成个地球本身个地质运动可以即系产生到氢嘅其中一个嘅来源啊。咁佢就话有啲咧就系由翻你嗰个嘅地壳入边去藏住嘅啊，嗰度去出翻嚟。有啲就系真系个地球入边啲地下水同嗰啲咁嘅。鐵嘅成分比較重嘅岩層，經過嗰個化學反應釋放出嚟嘅氫，中間最好就有一啲位置咁啱啊，佢有一個岩石嘅結構，就將佢即係有頂帽罩住咗，令到啲氫氣咧冇咁容易咧就完全走晒。咁我哋就揾到嗰啲能夠 trap 住氫氣嘅地方，咁就會繼續可以收集到由下邊更加深嘅地方產生出嚟嘅氫氣啦，咁樣樣。咁但系中間咧又有一啲其他嘅關注嘅，就係話咧，其實個地球自己本身都有啲機制咧，係會食咗啲氫嘅。咁譬如咧，好多情況就係話咧，由嗰個嘅生物學本身，我哋自己本身咧係需要氧啦，同埋需要碳水化合物啦，嚟去做即係去釋放下去我哋即係由嗰度食物度釋放能量出嚟。咁其實咧，大地球上面好多嗰啲微生物咧，佢唔係行光合作用，佢唔係行我哋嗰種新陳代謝模式嘅。佢哋又係透過去分解，譬如甲烷啦，甚至乎分解氫氣啦，嚟令佢哋提供佢哋自己新陳代謝嘅能量嘅。咁呢一啲咁樣會即係會拆氫氣嘅呢啲咁嘅微生物咧，佢本身就係消耗咗地球產生氫氣嘅一個來源咁嘅樣。咁總之嚇，我哋就話啦，如果我哋能夠咧係去到一個更加深嘅地層，更加有效地收集由個地殼更加底部產生出嚟嘅氫氣。
避开嗰啲生物学上面嘅干扰，因为我哋知道咧，越深嘅地底咧，佢越嚟越热咧，嗰个微生物量就个种类啊，同个量咧，都会系越嚟越少噶啦。咁究竟即系去到几深，仲有几多咧？咁呢个就要揾翻资料先至知。另外就系话，我哋去用一啲主动生产嘅方法，我哋将啲水咧打落去个地层度，令到佢咧加快嗰个嘅铁同水嘅嗰个氧化作用。令佢產生氫氣，就我哋就收集翻呢種咁嘅氫氣，咁就即係而家嚇，所有呢啲嘢咧，就有地質嗰個理論去作為佢嘅支持，但係咧喺正式去實行嘅層面咧，而家就仲係即係討論緊。一旦成事嘅話咧，即係我又講緊嚇，又係可以用上千年嘅嘢。咁我哋而家咧成日講緊嚇，我哋要用核聚變，咁啊，於是乎就可以咧產生好無止境地咧，就去將氫去融合，去產生能量，咁啊用之不竭。咁呢個亦都要拜托呢個氫真係好多嚇所賜啦。咁而同時間我哋又講新能源入邊咧，我哋如果要用氫呢個能源，佢燒起上嚟係冇碳足跡嘅，咁我哋就產生多啲。我哋谂多啲方法嚟产生佢，最好用啲绿色能源嚟产生佢，咁啊，于是乎就有嗰种氢气能源嘅潮流喺度啦，咁即系你讲紧，就算交通工具都有人话，用整啲氢能车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咁而家又好得意啊，竟然又会系多咗个新嘅讨论，就系话可以结合翻我哋既有嘅石油开采嘅手段嚟去开采地质嘅氢气。咁即係咁講啊，照計佢都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潔淨嘅開採，同埋即係少呢個碳足跡嘅一種能源消耗同埋生產模式嘅。咁究竟佢最後有幾成事咧？咁而家介紹定俾大家先。咁即係最後佢能唔能夠成為到一個即係有一啲初創嘅企業走出嚟啦？甚至乎去探討佢最後開採嘅可能性啦。咁我哋之後再同大家追蹤翻。暫時嚟講，我唔算覺得好樂觀嘅，因為咧，大家會預期咧，佢需要開採轉入去個深度咧，比我哋想象中係即係深嘅。同埋咧，你即係亦都係用翻傳統去揾石油嘅嗰種手段嚟去揾嚇。咁你話對於石油公司咧，佢哋做開就係咁做噶啦，佢哋就會有興趣去做嘅。咁但係對於其他啲唔係參與即係傳統石油開採事業嘅機構咧，佢哋會唔會咁有興趣做咧？咁呢個就可能嗰個嘅開發成本又會大一啲。咁呢度啦，再俾多個資料大家睇睇啊！呢個世界地圖，咁其實上邊你見嗰啲咧綠色同埋紅色嘅點咧，已經係講緊呢個地球上邊咧，能夠喺嗰個天然氣開採過程入邊揾到相對比較多甲烷同埋氫氣成分嘅嗰啲氣井嗰啲嘅分布位置。咁你見基本上全世界都有。嗱喺中間大西洋嗰度，成個比較活躍嘅嗰個嘅，即係海底嗰個嘅。海底火山帶啦，就會產生好多啦。咁你就算講緊非洲啦，南美洲本身有佢本身化石原料嘅油田啦，咁自不然有氣田都唔奇嘅。咁另外咧喺歐洲啲地方，你發覺咧就非常之多，美國亦都係非常之多。咁加拿大我相信亦都其實係有好多嘅，只不過我哋爭在咧有冇人去到嗰度開發。去到亞洲地方，你見喺蒙古啊，即係甚至乎啊。中國嗰度資料比較少，但我諗咧，如果係再仔細探索咧，一樣你會發覺係原來好多係除咗現有嘅天然氣同埋石油嗰啲咁樣嘅能源來源之外咧，你會都會發覺好多原來係地質上面有某一啲嘅位置，佢有相對濃度比較高嘅氫氣，都一啲都唔奇。咁所以就係話啦，佢係一種咧結合咗傳統化石能源事業，但係我哋揾到似乎一種比較乾淨啲嘅。嘅材料去俾我哋去消耗落去，咁所以即系嗰种绿色能源同非绿色能源嘅界线咧，又其实又模糊咗好多啦吓。原来我哋就讲紧以前系绿色能源同埋一啲可能黑色污糟嘅能源，咁后来就讲过有啲会唔会有啲叫蓝色能源咧？就系我哋生产嘅过程入边系干净啲，控制住佢个污染排放咧。而家就講緊有啲係橙色能源啊，咁嘅樣嘅嘢嚇，都係用傳統方法開採，但係咧佢出嚟嗰個消耗都可以係潔淨嘅咁嘅樣，咁就即係成個新能源模式咧，咁啊我覺得又豐富咗多一小個部分咁嘅樣。
嗱，呢一节咧就关于能源嘅嚟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一节咧就同大家讲下啲咧关于生命科学嘅题目。